哎，小妹妹，你今天折得这么可爱。小妹妹，妈咪折得这么可爱。就算是彩牙。彩牙你折得这么可爱。蛀牙你折得这么可爱。彩牙你折得这么可爱。就是三节。小妹妹你要去哪里？去看游卷。是去吹泡泡吧？吹泡泡啊！我也会看游卷啊。哦，你看天上云多漂亮啊！今天人就少很多，一堆人等到不耐烦就走了，是吧？已经走一批了啊！哦，生意这么差，那可能真的不在家了。嗯，据说是每一年四月就有。我4月18来的时候，他们跟我讲已经孵化了。哦，他们好厉害啊，都还知道。我今年是看新闻才知道的。他说是游隼已经第五年，然后大概这个礼拜应该算尾声了吧。六月初可能就没了，可能就都被赶走了。我在想明天我再来。明天下雨几率70%。今天50%，但是还好。不是，早上好天气。对，我怕下午会下雨。在哪里？我说那个。他说现在不在家。他说在哪里？没有家了啊。我说这在哪？他们之前巢穴是在这里。哦。哇，这好远啊！酷啊！终于有拍到了。这是妈妈还是小的？今天听说生意很差嘞。是妈妈还是小的？这小的，这小的。哦，这就是那个啦。来，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对，就是它。对。那个有个那个一个最高的那边，然后有个个脸，然后的右边。对啊，要不要看？然后对，就是这个眼睛。可以看得到。不要碰，不要碰，它会晃动。啊。好多海蟑螂。我看它是宝宝还是妈妈？最高点的石头上面。绿色草香，哎，小不要碰相机，你这样会照会晃动，它就一抖就。大宝二宝二，这不知道几宝二不少。在哪里呀？在那边有一颗石头，没有，旁边有的白白的，有上最上面有一颗石头，右边有的白白的，那个是扁扁，它正在那颗石头上。像这边有的扁扁有没有？对。你去找那个扁扁，看得到吗？哦，那颗扁扁，我看那颗扁扁。不然你就看这个，看这个，你看得到红点吗？来，我要找一下。哦，红点就它的位置。我要看，我好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妹妹，你太矮了，你红点不好找。那我刚才就找到红点了。好。我看。来，姐姐你见过。好，姐姐先见过。见过。看得到哦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就是说这个眼睛。对，你们就是特地看这鸟。对。他看，大概他在笑。对啊。不是啦，有准在笑。他这会很多鸟吗？还是只有？他有三只雏鸟，两只青鸟。对。然后一般两只青鸟是住这里。他每年会这个时候。对，如果一月出来会，他会。在这边更频繁的飞，现在因为已经太大了，小的都飞出去了。像这样，可能飞了才飞回来。对，我们来好几次，第一次。他那边有解说牌，他那边都有解说的。一般4月底5月初吧，今年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我想吃冰棒。要不要看鸟？这里看的，看过了。就在。刚也有看到它飞。那个上面那里有。它右边有一条白白的呢，在上面那里。旁边有白色的点点，就是它站在那边，它就在那边排泄。哦，难怪那么。妹妹。频率太高了哈。2880啊，你来看一下录影。谁有办法2880啊？不过这里拍稍微冷了一点。好酷哦。嗯。好，
就拍他那里在抓羊啊，对啊，现在抓羊，好酷啊！出来，来找，来找，拜拜。是什么鸟？这游转。对，那边有，那边有那个穿橘色是解说员，好像是志工，好像是广播器。对。这样子蛮好。红蝶抓到了。哦，在那里哦。小妹妹，不要碰到相机这个，爸爸帮你放下来就好。哇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多拍点弟弟大妹，他就会出来。我找到啊，当然他在那里。可以吗？来来。从哪边看？从哪边看？这里，对，看这个就好了。对。哦，看这里。没了。哦。有一只鸟在那里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那叫什么？游隼。游隼。啊，游隼，游隼。它是，这是雏鸟。大概应该算两个月了吧。是。三，我记得他们是说三月底孵化的。哎呦，准备要飞了。嗯。哦，在那里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看到了。有看到哦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。对，会走了，会走了。啊，走走，快快到这边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来看吧。好了。哇，然后我看一下红点在哪。红点哦。哦，最顶端呢。对呀、啊。哇，那颗凸起来的东西。哎，你不行，抢走我的宝贝，我也看，我也要看红点。好，那我是要人肉沙发。嗯。哦。那是要飞了。姐姐坐。好，在摇。他在吃草，你看，他在吃草嘞。啊！要看啊。啊。给你啊。哦，对。对呀、啊。他为什么要吃草？我也不晓得。我肚子饿吗？还在啊。对。哎，飞走了吗，妈妈？还在啊。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哦，你熊精卡。哎，熊精卡，超阿兵啊，超爱来，超爱虾。为什么眼睛看不到？眼睛哦，因为颜色差不多吧。你可能要望远镜。哇！对啊，你用望远镜看就看得到。我要用望远镜看。哎呀，我是我说的。哎呀呀呀！你看它出来了，屁股出来了。妹妹，你会找吗？打。在那个石头那边。打。它是。你要翅膀打开吗？哎，我把它调一下边。它在晒太阳。晒翅膀。我完全没看到一个东西啊！你看呢？好，那我看。你看它翅膀在动吗？有没有看到小猫咪？你看，你看眼，你眼睛就看得到翅膀跑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真的。拍拍拍！至少给我看一下嘛！你刚才弄到我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轮流看，轮流看。先让我看。好，我再看一下而已。妹妹，你这样一看就是没有找到啦。啊，我现在在找啊。想都是没有找到。把嘴巴打开了。哪里我看不到它哦。好，给姐姐看一下，给姐姐看不到它。你都已经看好多。我看不到它。啊，看不到它，换姐姐啊。屁股翘起来，屁股翘起来，你看。哦，瞄到了，瞄到了。等一下换我。它现在只剩翅膀哎，它。屁股跑出来。这是屁股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屁股跑出来。为什么你拍得到？哎，你跟我拍的一样。你有看到吗？前面上面真的有鸟，有准。现在只看得到它的屁股在这里而已，它这里有的屁股在这里，但是它现在没有在动。在这上面。这画是不错嘛？因为上面这边有那凸出来的，然后草那边，它现在没有在动，比较看不出来。对啊，你这样看完全看不出来。就其实看得到草里面有的比较黑一点，那就它的那个。好好好，人家看的时间都不短。真的有准在上面呢，对，你近看一点就可以看到它，其实这个是它的屁股的羽毛。看到一个突出的东西凸起来，黑黑的东西。哎，动了动了动了！严平，快来看。哎，那不是我。那它固定在这里筑巢吗？还有两只青鸟。谢谢。喂。还在呢，还在。
下午场，感觉快下雨了。早上十点，快十点到，开到十一点半。早上七点到十一点，我们都没看到，这两次飞出去就没回来了。然后我十一点十分看到一只小的回来。哦，下雨，尴尬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尴尬尴尬，下雨了下雨了。可以看出来九，那边是九份在下雨，这乌云会过来。看来下午场是休息的，只是来去安慰一下，来去等一下好了啦。你看到这天空，这边还 OK， 但是这边乌云密布，不太妙哈。来去看一下好了。过来的时候下一点点雨，然后后来在车上，在港口外面车上等着下大雨，我就开回家了。看到我家的时候出太阳没下雨，我就开过来了。开过来这边的时候，本来还有出大太阳的，后来樱桃色又开始下雨了。哇，雨滴变大了，雨滴变大了，真尴尬，真尴尬。下去绕一圈好了，下大雨啊，都已经到这里了。哇，漂亮，下午有飞回来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对，我早上十一点二十有遇到一只小的飞回来而已。哦，那看来怎么样 ？OK， 下大雨。对啊，我在车上等好久，想说雨变小了才下来的。回家好了，回家剪片比较实在。太狼狈了，早知道就不下车了啦，整个裤管鞋子都湿掉了，太狼狈了。回家好，全身都湿了。它蛮有趣哦，带出去下雨，我躲过了第一场西北雨，却没躲过第二场西北雨，现在脚架也湿掉。第二场走到那个，走到前面的那个楼梯就开始下雨了，然后走进去全身就湿掉了，哦，还蛮有趣的，直接被雨给 KO 了哦。